来报道吼，自豪伫台湾的主持真侪庙会，嘛参加真侪起庙的非常重要的科仪。咱讲一间庙，恁从开始起，恁起到好，上紧上紧嘛爱四当，爱五当。咱讲咱伫咱的科仪现场，首先小彬彬小姐，甲三位好朋友上爱真诚的咱在办，咱的好朋友，你看。咱用一当的时间就完成啊！我们大家拍个声好不好？真正不简单，这看记录，这写历史啊！我听你讲吼，我讲事业有成的人非常的多，大赚钱的人也真多。结果呢，在伊成功了后，愿意呢用着伊的能力，本来有伊的故乡来建设。本来有伊个故乡，哦，来用伊个能力照顾着即个侪人，这有影非常个难得。希望每条乡所有好朋友，咱用伊上届的这个掌声，互咱个科研当首领，甲伊个夫人谢彬彬小姐，感谢你。也因为着你的这个诚心，哦，咱个事业愈来愈侪，伫台湾各界有足侪足侪，嘛是咱个好当首领个好朋友。即阵哦，王彩华，彩华姐甲我讲吼。你嘛真想要来吼，伊讲只好即位你去，吼，啊你都莫闹开，吼，你已经去做一摆啊，吼，你一摆爱比一摆较好，啊我希望我这边的表现大家会喜欢，好不好？吼，啊你爱听什么歌，我拢唱完了，好不好？吼，啊那未晓唱的都明年再过来唱完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即摆我来唱这首歌是咱的当属永福里头的。许富凯的音乐歌在行李，好不好？送给大家，谢谢。Thank you.
看有人尖叫声了，上面有尖叫，人家说，休息一下，刚才一百块来尖叫声。哦，安尼听出来是袂较济岁哦。哦，我听一下少年，啊，有啥物人够济啦？遐人诚济哦，这边比如你好无？你好无？我有看到你哦，哦，我有看到你哦。安尼，拄仔迄条歌唱了好听无？好听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听啊、哦，真的、哦。刚才英文好听，其他人不靠谱吧？可能英文好听，来，好听吗？好听。好，安尼我就继续唱啊哈。我今日穿差不多十几首啦。我就以你养成这个台湾派来啊哈，跟我唱。正好这几年在台湾哦，大部分的时间拢在主持这个，哈、哦，我在台湾三立电视台。李高台，我有出席超级红人榜啊，我有出席驻瓦片的这个跑道声很大。超过十年的时间，我无出手去啊。我要甲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咯，今年我出来办个拜拜，我有甲方言讲 bingo， 我今年要发我的新唱片呢，你要给我加油一下无啊？我首先哦，我们阿公会甲我保庇，即阵出皮一定会大啊，今日你来遮，我主要主持，我嘛要甲歌好好啊唱好。今日你准备来来这首歌曲，是来自詹雅文老师的歌。这首歌你一定要听，你嘛一定要唱。咱来唱一条叫做《青青海花》，好吗？谢谢。Yeah.
喜欢吗？喜欢，好，我有送一包我的海报吼，我的相片来，我要送予咱别间的朋友吼，啊，有咧爱举手，我看咧，有咧爱，有咧爱举手，啊，有哦，干那后壁才要爱哦，伊我会确定一个，我顶下无问陈瑞迄个人怎啊带动起来咧，伊讲伊无要爱咧，有要爱举手我看者，啊，这边有要爱无？这边要吗？啊，那边有要爱无？啊，我咧比较是要为倒去行，为倒一边行。我看倒一边的尖叫声较大声，我这边我听看咩样子？有尖叫声无？来尖叫声！哦，你刚刚叫勇敢的哦！啊，快点看啦！哦，这边咩吼？啊，这边嘞，我听一个来尖叫声！拢拍无啊吼！啊，这边嘞，这边咩吼？这边，阿你好，我来面对。多一点的狂啊声，较大声，我就唯一点行起来，好不好？会使无？可以吗？可以吼，好不？来，我跟你行哦。这条歌，拄只唱的呢是曾雅雯的《深情海花》。继续吼，我要来安排一首非常轻松、非常快乐的歌。这首歌是蔡秋凤、蔡秋凤、秋凤姐的歌，叫做《醉英雄》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
你这阵叫吼，更快来哦！我听看卖吼，来这边来，一二三，明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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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这边你要叫我，这边卖吼，你们来尖叫声。你是不是少年生囝了后，拢在安尼叫过？差不多三十几年，安尼叫过啦，感觉未歹吼。啊，这边你也要叫，我阿姐这边哦，不闹嘴哦，这边哦，来尖叫声。阿苗伟啊，你怎么挨呢？你生几个啊？生五个。我阿英讲我生四个，你生五个。阿苗伟，我来看这边哦，不闹嘴哦，这边哦，这边朋友哦。来尖叫声！这可能是的，礼拜有进步，今天是头一天哦。咱明仔载爱努力前路好，好啊好，好安尼即马规定做伙尖叫声哦吼。你袂使玩闹鬼啊，你玩财玩搞笑咧啊，对不对？全部往回背，尖叫声！好多少失败，经过多少
不盖吗？不盖回去当案子哦。我今年要发新唱片，我嘛要开演唱会，希望明年我会当有去演唱会，我邀请你来看我演唱会啊，你好不？你来咯，对吼，啊你来家己坐上来咯吼。我不要坐椅啊。不会，我不会听哦，我不会听吗？我不会听，我继续唱好了好，好，今摆我来唱一条福建的老歌，这条歌已经真久真久啊，也不过呢，同款是非常的好听，爱的小路上，谢谢。谢谢。咱现场嘛来了一位贵宾吼，咱的中官吼，啊，我唔知要变哪介绍啦，因为我没有讲啊。咱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中官好不好？来欢迎一下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阿爷收喽。我甲各位参详一件代志，好唔好？
今仔日哦，你的表现100分，明仔载爱101分，安尼好无？会使无？爱比今仔日较热情好无？好吼！安尼，我们来唱今仔日上尾一首歌啊吼。这首歌呢是台湾的一首新歌，也不过呢，伊最近做红的，大家拢是非常虔诚的罗汉弟子，咱拜王爷公，拜大伯公。咱嘛拜妈祖，对不对？妈祖在台湾也是非常重要的信仰中心。咱你讲哦，台湾三月烧妈祖，哦，有大家在南疆，起码有地山屯妈祖。啊，所以讲呢，最近有一条新歌非常好听，这条歌叫做《粉红超跑》，就是为着伊台湾的苗栗地山屯妈祖写的歌。虽然伫遮呢，毋是白沙墩，也毋过我感觉吼，伫即个所在，咱在座拢是非常虔诚的好朋友。这首歌曲要介绍大家，嘛希望会当从妈祖的保庇，嘛带来予咱所有的好朋友。粉红超跑送给大家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心哦，心哦，阿福心。
爱。